拒絕盲目跟從，堅持聖經公義。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教頻道，門徒頻道。大家好，不好意思，我是姚天佑牧師的師母，今晚打擾大家，也都是首先呢先跟劉偉雄弟兄道個歉先，因為我不應該這樣出現的。我不想在網台上面跟教會或者香港人同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有任何的罵戰，所以我頭先十五分鐘之前就決定嚟一嚟呢度。我想聲明，我希望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所有嘅會友尊重我先生袁天佑牧師。佢喺上兩個禮拜數次同我嘅家人唔止一個留下他的遺願，他說不想在教會舉辦任何悼念他、追念他或者是喪禮。這個是他最後對他自己的身後事的交代。我跟他沒有金錢上面的糾紛，我跟他沒有關係上面的糾紛，我是他的太太，他愛我，我都愛他，他和他的仔都没有任何金钱上面的交错，需要在他的身后事上面做一些不正确的事。所以他的仔是做证人证明他的爸爸说不想在教会里面有任何的聚会或者活动关于他的离开。大家尊重，我不想教会因为爱戴他，因为不想他离开，所以违背他的遗愿。我希望大家可以有悼念，明显这个时候一样可以悼念他。如果大家喜欢牧师讲道的，他所宣扬的就是圣经，请你读多些圣经，并且遵照圣经的教训去做人。我相信牧师是不枉此生。如果大家是尊重牧师的，我请由最高的至到我是最小的都尊重我先生，不要在教会举行任何的悼念、任何的追思、任何的丧礼，不要换汤不换药。因为余牧师前两晚是应承过我，香港堂是会停止所有的悼念活动。我不想，我不想我和教会有关，我更加不想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在香港这个地方，在这个困难的所谓之丧不丧礼的还需要追思里面搞的。我自己都是个传道人，我不想。所以今晚打擾大家，我是不會想，但是我先生生的大牌，我是唯一的太太，他的遺願都沒有其他的請求，就是想轉交我，所以我竭盡我所能去令到教會舉辦人都不是。如果牧师死了，他的妻子就要从教会大闹交的，我真的实在觉得很难受。我不想，但教会不逼我，如果教会逼我，我会站在我先生那一边。我本意，请大家三思，特别请红军会长。请大家继续支持门徒媒体，透过 PayMe、PayPal、转数快、货金俾我哋。